为什么青岛？哎，我这把能带队，我是好人，我这把能带队，我那聊不了，聊要不聊要不？我聊，我带刀，就是可以验的那种。你带刀，我带刀，对，我可以那个。你带刀，走。带哪个刀啊？哎，那我不能跟你讲了，懂我意思吧？行 ，OK 吧，好吧。我先相信你吧。对，你可以信一半，你信一半。我也信你一半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对，我白明，我们全程抱团啊！哎，小三，快走！哎，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他们肉汁对身份呢，他们肉汁对身份呢。我进去看一下，看。OK OK OK， 好，走，小六，走。哎，走哎，你走哎，走哎。王少不见了。王少不见了吗？快走！哎，走，跟我走，来。哎，名字有问题。怎么回事，朋友们？两个人在下面对着对着，王少就成了一具鸡腿。朋友们，上面有笑三，有马老师，有小修战士，九月跟王少对身份，怎么就敢把王少刀在那儿呢？出九月，过。全票打飞九月啊，应该那个大魔就是九月刀的。但是小文都是咋死的？小文都肯定不是我，不是。刚子，不是刚子，不是我，不是刚子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狼队友死了啊！不是仔仔，对我刚子瓦妹开不出小温这一刀。九月的话，他应该是刀完大魔之后，他做传送门，突然到了我跟刚子跟仔仔的脸上，好吧，那投九月吧，够了。OK， 九月发言。首先我是跟王大魔复活在一块的，然后王大魔说是。要跟我换身份，然后呢我们俩走到地牢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又说不相信我，然后这个时候碰到了大一，然后他猛喊我是加拿大鹅，上来就这样子报自己的身份，对吧？那 我肯定不信的，然后我就跑了，我很害怕，然后我从实验室那个位置跑到了右边书房下面那个位置，碰到了刚子、仔仔还有太一，然后呢明子和王大谋是全程两个人一块的，然后现在王大谋倒牌了，然后报警拿起来说是我刀的，说我做传送门不现实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应该是明子刀到了加拿大鹅，王大谋才是那个真正的加拿大鹅，全票打飞明子过。那现在就是明子和太一站在一个战线，然后打九月，九月一个人反票，他们俩有问题。那如果不知道投谁的话， okay. 那我建议投的是小街，因为我有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跟小街还有小温都一起出生在书房，然后我和小温都就围着小街，然后转了两圈之后呢，他们俩就想自己单独走了。然后我就去了实验室，遇到了太一他们，还有刚子，还有婉妹。瓦妹和刚子应该是没有这个开刀的机会的，那小街和小温都一起，怎么小温都就没了呢？全票打飞小街过。 OK， 先把九月出了。他们是这样的，在地牢门口他们一堆人，然后王少说完了三个人，王少说他是肉汁，然后叫九月进去跟他对身份，对着人就没了。你现在说什么？我还在门口等着你们对完出来我去呢，你现在跟我说什么？你从哪儿跑了？给他整死，救出九月。马老师还看见我了呢，他还问我在门口干什么，我在门口等着呢，我还在那。不，出九月。我觉得九月在我这里发言不是很做好，他说名字是刀了加拿大鹅，按当时是笑三和那个名字在那个就是地牢那边那个路口那边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只能破釜沉舟了。叫我走，我就走了。但是那会儿我是看到名字往下走，你说他刀了加拿大鹅。大魔，我说你们在底下对身份，人呢？然后原来是你和大魔对身份，名字是后面往下走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名字说他往下看的时候，刚好看到大魔尸体。然后那你说他到了加拿大，我是不太信的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杰要为小温的死买单，因为我和马老师出来之后是碰到了金额，还碰到了那个笑三和名字。那么太医能保杆子和完美，那这个拿不出来过。OK， 刁德一发言已经清清爽爽了啊。首先九月啊一派胡言，你小秋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说喊了一句名字有问题，我还以为是名字，但是这个通过这个发言啊，我能确定笑三的发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铁信笑三的发言啊。但是小秋我告诉你，这个笑三是不是见这个情况打了这一波不好说，但这把是一定投九月的。笑三你不会怪我吧，对吧？我可以怀疑吧哈，那一定出九月。好，那么
小温的死一定是小杰买单了，因为宋静儿提供的信息很重要，他说有两个人证对吧，等会瓦妹你补充，所以小温大概率是小杰杀的。那么现在出这个出人顺序，先出九月，然后下一把应该是小杰了，等会再听一下他发言对吧。我目前只认明子一个啊，小修认你 80%， 金儿大概率可以认个 80% 啊，这是我的视角啊，清清爽爽过。我的视角比较单一的，就是我跟刚子一起出生在那个炉子锅炉房这边，然后他就一直开始追我，我以为他要把我刀了，因为我觉得刚子有一点让我很奇怪的事情是，我在锅炉房跟他出生，但是他站在那跟我说我要问你个问题，我听到他说这个我就马上开始跑，他在后面追着，但他也没刀我，有可能是也怕突然碰到人，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好人情况下你的、哎、没多少时间了，反正刚子这把是没有动刀的，我觉得听发言下来出九月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听一下后面的人说吧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投九月。嗨 ，hello， 我是。吵什么？我又紧张了，救我！直播。我是刚开始的时候跟宋金儿跟小恩在一起走的，但是后来我自己，因为我怕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宋金儿他我不会玩的时候，他把我第一局的时候他把我那个了，然后我后来我就习惯自己一个人跑了，所以不是我杀的。自爆发言，小杰你已经出局了啊！玉儿啊，我怎么都玉儿头啊？玉儿啊！不，绝对一点都不约不了一点。九月你定狼了，那个了，你定狼了。这个、好吧，哎，修开来，修太医应该会好。怎么说？小杰的发言我整理了一下，就是说小温都不是他杀的，是宋金儿杀的。我知道，走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修改。我是加拿大。OK， 要不要？要不要摇？要不你出去送我这？可不摇，我去送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等一下，等下一轮吧，下一轮，因为坏已经明确了两个了，小三。别动，别动，走，移进来。OK， 哎，对，看不清，对，往上走呢，来，好，等下一轮。蒋文都倒牌肯定是名字到的嘛，应该是。对 ，OK， 来这边，王少 ，OK， 我是铁好人，名字铁好，名字对，名字铁好，名字铁好，然后 okay, 然后那个那瓦妹应该是狼，小杰是瓦妹。不，瓦妹不，金儿有可能，金儿是狼，金儿跟小杰是狼，对，金儿，我觉得瓦妹那这样，我跟名字在一块那边，我跟这样，太医，我哎，对，这样给太医走，太医走，你懂吧？心里有数吧？你懂吗？我是官鸟 ，OK， 你懂吗？太医你走，太医你走，我门被关了，我门被关了 ，OK， 小钩是鹈鹕把我吃了。金儿把我抛出来了，然后这轮还死了谁吗？没有死谁啊。上轮仔仔说应该会出九月，并且仔仔没有出票，我觉得仔仔很奇怪啊。我想听一下仔仔发言。仔仔一张不投票的牌，我一定很输出的。而且鹈鹕没投票，仔仔没投票，还能只有三票七票的话，我现在有点怀疑九月是不是出错了。但是他的发言确实很奇怪啊，我确实是听到他和王少下去对身份，但他说他自己从什么右下角走了，其那个地牢最左边的下去右下角是没有路的，只有一个传送门啊，就是他从右边走的话我一定会看见的。所以说九月的发言也很奇怪，但是没有人帮他弃票，我还是认为九月是头狼。然后小钩是个鹈鹕，仔仔聊一下吧，我有点想说仔仔过。不是有人弃票吗？上一把你在说什么啊，小三？而且仔仔这一把我们在那个什么就是骑着硬品座谈室的时候黑灯了，黑灯的那一瞬间是我是跟金儿一起，然后我就跟他接，那金儿跟我走上了，我旁边是小 J， 然后因为我觉得小 J 不是好人，我害怕，我就一路喊我说仔仔你在哪。当时黑灯的时候仔仔是跟刚子放的那个储藏柜，如果你打仔仔是个坏，他大可把那个刚子刀了之后他跑了，除非你打他俩是双狼，但是他俩是双狼的话，听他说我跟他俩在一起我没事好好的回进来，那么在我这里刚子和仔仔就是好，你打仔仔我这把不出他的，你说你是被鹈鹕吃了然后金儿给你抛出来的，
那我就要看一下，就是金额的，就是他怎么说的了，看看金额是好的还是说他是坏的，好吧，过。OK， 得一发言啊，这把已经是好人局了啊，所以小秀你不用紧张。很明显，这个孝山的发言铁坐实了。我跟太医的感觉是一样的，这把是从顺序来讲是要推瓦妹的。瓦妹，我知道到你发言，你肯定会说啊，我是好人怎么怎么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种局已经清清爽爽了，只剩下来你啊。当然，你和宋静儿 battle 一下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太医，对吧？我这你投票了，你应该投的是瓦妹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好，先出瓦妹。孝山说：“孝山报警人啊，他是被救出来。这个小仙上一把发言已经自爆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大概率是孝山说的那样。那么听完瓦妹发言之后，你太医归票可以。”好过，我只说一句话啊。那首先我先用一下小秀的那个理念，我是在跟刚子还有谁很多人在一起，但是天黑的时候，我跟刚子两个人站在那个他是不是装的假的？储物柜那个地方很长时间，这个刚子可以给我作证，而且是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，我完全可以把刚子刀了，我就溜了。我为什么不刀他呢？又跟他站在一块，然后小秀来了之后，我们三个人叠在一起一直在讲话，而且我就说一个点，我能打死。踩我的人为什么？因为我做了一个好人种，进去可以看。我是当着小修啊、我是当着刚子面做的，应该是吧？啊，要么就是我之前做的，反正我做了，进去就能看到，好吧？所以不可能打我是狼，而且在按照小修前面说的那套理论，所以你打不到我。我觉得应该看一下金儿是什么刀吧，那肯定是出不到我头上的啊。可以听刚子说一下过。刚子发言啊，然后我这边是肯定铁宝仔仔的，因为我是跟他全程在一块的啊。然后孝山是一个被鹈鹕就是在鹈鹕肚子里被抛出来的人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嘛。然后进而这一刀，如果是啊、你们还有其他人在的话，如果是单面抛出来这一刀的话，那可以认半个好吧，就是这一刀。但是如果他是蓝的话，想装一手好人身份的话，也是有可能的，反正就是踩不到仔仔的。然后这一票我得听一下金额他怎么聊啊，包括太医开局跟九月站在一起敲空格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，我过了。这一把呢，我是跟马老师跟太医在一起的，就是关灯之前啊，李仔仔跟刚子还有谁来着，好像还有小修吧，我就关灯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奇珍一品收藏室往下面走。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刀人并不代表什么，因为那个地方人太多，我就是一直走着摁着R走的。我觉得这把要出人的话，我觉得孝三在这前两轮的表现都算是个我能认下来的好人，因为我是第一轮就是那个王大谋跟九月两个人的这个事儿，我是在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下面看到尸体拍了，这两个人都死了肯定走一狼。那小杰如果是鹈鹕的话，场上有可能还有两狼，还有两狼。宋静儿第一轮说了这个小杰要跟小温单走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能认下好。那瓦妹李仔在第一轮的发言说啊，刚子一直追着我，我觉得他不好，但是他没动刀，我觉得有点像狼在掰票的那个发言。我觉得这轮我要投他，我投李仔。那归谁？我暂时不报了。太医发言，我这一票放的宋静儿，为什么？那没问题。盘一下，你如九月定狼，小杰是鹈鹕，大谋是肉汁，小温都是一个位置牌，但我感觉九月应该是刺客走的，因为他应该不是刺客。九月不是刺客，他都说了，他都不替身份了，我是加拿大，没人拘我，我是一张加拿大鹅牌。上一把刚子跟瓦妹是一直在一起，他们不可能去动小温都这一刀，好吧？小修跟马老师在一起，好吧？然后我是加拿大，我也能贴保名字。孝三这个牌又是这一轮报警位，所以在我这边就是宋静儿了。小鸡上把最后位归边位发言，他说他看见小宋静儿跟小温都走了，小温都倒牌，那不是宋静儿吗？说什么小鸡不是小温不是小鸡啥的，我这一票挂宋静儿的挂。太医，你故意拖时间是吧？我怎么可能？我点出了小街，我一去就暴露了，不能去，我一去他们就知道是我去，因为他这么跟我说了，他知道，他这么跟我说，他这么跟我说了，他们两个知道。怎么可能？仔仔，太医，范糖，范糖集合，范糖集合。零零拉吧，怎么说？零零拉，鹈鹕已经死了。人是我刀的啊，人是我刀的。你不是说你被抛出来了吗？我知道这爆的，我逮着他爆的，我防一手刺客狼，但是太医拖时间了，
没有给金儿发言时间。哦，好吧。哎，来，哎，耶，太医，哎哎，名字，太医，你是 OK？ 你为什么要出宋金儿？因为在我这边，小温都是宋金儿刀的呀。OK， 那我跟名字，我跟名字去右边，你去送，小杰不是都聊爆了吗？好吧，太医，你去送，好吧？不，小杰，你去送，我去送一下，你去送，证明你身份，我跟名字走啊，我跟名字走啊，名字死就我啊，我死就名字啊，走，我们俩一起啊，走。OK， 我一直没开麦是吧？你没开麦吗？走，一直没开麦，有。名字你去哪了？首先我出生的时候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地牢那边，然后出来看到名字，我说我去找仔仔，然后我去找仔仔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跑了。那么我跟仔仔和刚子当时在前台，就是饭堂在门口这里集合，当时笑三也在，太医也在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门关了，但是起了那关门任务，那个笑三死在里面，那么你太医是不是为了买单？上一把我都说了，仔仔他踩不到他身上，怎么处置不了他？因为你要是打仔仔为狼，他可以把刚子打了，杀了；你要打他们两个为双狼黑的时候，他们俩可以完全把我给杀了，所以打不到他们两个身上。好吧，除非他们两个养我猪。所以上一把马老师他踩仔仔的时候，我然后太医你们三个又是在一起，你们三个在我这里就不做好了，我要出你们啊。仔仔可以归票故。刁德一发言，小修你要不要听一下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第一轮铁心你，这一轮第三轮了，我是太我发言，明子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明子全程跟我在一块，太医只脱离了大概五秒钟吧。那么你报的警，你说太医，那么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讲的话，我对话你名字，小秋报的警，你不说他是面刀吗？除非他是面刀哈，对吧？所以小秋你，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是狼，啊。我感觉你可能这把有点昏昏沉沉了啊！名字全程，我跟你讲，全程跟我在一块，他绝对没有动刀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太医脱离了五秒钟，这是我提供给你修改的这个重要的信息。然后名字你归票，你现在你不能让太医归啊，因为太医他毕竟走了，脱离了。所以你在听完瓦妹和刚子发言之后，你归票，我跟你修改，你自己判断啊。我只给你提供这个重要的信息啊，过。首先，其实我在我这边听来，其实刁德一已经像是狼或者是中立以下的，因为他上把踩我，上把小修说的这么清楚的情况下，他还去踩我，我觉得他就本来就有点问题的。而且这一把我跟小修刚子全程三个人在一起没有分开过，我们三个一起进去看到尸体，然后小修拍的紧，你说他可能是刀的人，那至少我跟刚子，是可以保他的。而且太医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张牌，太医在门前堂的门口在跟那个笑三说话，然后他们两个应该是因为他们俩在说话，然后我们是往右走，往上去走了一会儿，去到书房的左边聊了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再回到祭坛看到尸体的。那你说太医就离开了你五秒钟，怎么可能？他在那边门口说话都超过三秒钟了，那他不可能飞上去了嘛。所以在我这边刁德一的发言是非常不好的。然后那太医也是一张我觉得有问题的牌，因为我是看到你跟笑三两个人，就笑三可能在里面，你在外面，你们俩在对话，然后我们三个去聊了一会儿再进来，就只剩笑三的尸体了。那所以太医在我这边也不做好。那名字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刁德一绑名字绑得这么死，然后名字也是上一轮踩我的牌。那你等会儿他发言你听吗？是不是全程在一块吗？这是不对，我的后置位雷已经买好了，什么好人？名字如果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啥，不是昏昏沉沉，就是哎，名字肯定会委托我的。我可以听刚子归样。清清爽爽的。刚子发言啊，仔仔他上那个太医是跟那个名字在那个就是祭坛，他是跟名字在，然后笑三我们是全程没见过的牌，然后刚刚是太医跟名字走在一块的，然后就打一手。刁德一说他跟那个谁，他跟名字，对他跟名字是一块走，太医脱离了那。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更像双狼，太医像个好人牌啊，就是给我的感觉啊。如果要我投的话，我更想投名字多一些啊。我过了，投不了名字，名字是张好人牌。这把刚好巧了，太医马老师跟我被关在饭堂了，
饭堂门开了以后太医自己走的就没错。那我觉得那小修肯定不是狼嘛，对吧？那刚子跟李仔仔打了这么多轮，然后到现在呢，这个李仔仔说想这个出我，然后刚子也说想出我，我反而觉得单走的太医有可能有问题，没有办法证实他身份，屠他去他，然后进刀一个，只剩一狼了吧？只剩一狼了，我觉得有容错可以先出太医试试看。那出太医过，出名字啊，名字马老师双狼啊，金儿是我排错了一张牌啊，给他偷完，给他们偷完，是吧？你们三个在一起，我加拿大呀，我不说了吗？我一等就开始在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，我出名字啊。出了名字，屁哇没听到。双狼，竟然是我打错了一张牌。小鸡也是鹈鹕嘛，对吧？小鸡是鹈鹕，九月是巨狼，还有两狼在。太医，你没得聊了，你爆了。我俩适合仔仔。小秀，小秀，瓦妹你搞错了啊，瓦妹你搞错了。来，瓦妹。哎呀。跟太医。瓦妹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刚子，瓦妹，你搞错了，名字错，名字错，我们走。哎呀，太医应该有问题，太医应该是我刚才脱离的时候他。我觉得我们要跟走。什么？我说我们跟他们一起走。我们两个肯定没问题啊，他们那么多那个好人在，死了他就会报警的，你知道吧？还有开饭，你懂我意思吧？走，我们俩就在这，给他们刀，他们刀完了之后肯定会报警，你懂吧？这样我们两个不就没安全了吗？对不对？小修肯定是，小修判断应该没问题，就是太医刚才脱离那几秒，应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除非是瓦妹和刚子为狼，他们两个在养修可爱，那个其中有一个人刀了、那你说只有一匹狼了？我觉得，那就是太医。我觉得好像只有一匹狼。那不对，那怎么三个人弃票呢？鹈鹕死了，没有？不对，是三v 三。对呀、啊。三个人投你，这三个就是小修加太医，对不对？还有个鸽子，对不对？只有这种情况。应该是你跟我跟修可爱投了太医。对，我投的。嘿嘿嘿，大家好，拉个这个铃是为了给大家开个会。我觉得按照我们的综合意见来说，我觉得这把可以出刁德一啊，因为上一把我也说了，其实让刚子归票，我以为他会刁德一的，但他没有。我因为在我这边，其实剩下的三个人都不太做好，然后但是在我这边最不做好的就是刁德一了，因为我觉得名字和刁德一很有可能他们两个是队友，因为刁德一踩我，名字也踩我，你看其他人也没有踩我，所以在我这边名字的好人面应该是要比太医少一点的。反正你。我觉得这三人都不像好人，但是太医和名字太纠结的话，我觉得出刁德一没有问题，过来。同上啊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我也觉得就刁德一吧，过了。刁德一是我们是在就是跟那个李仔在刚子小修我分开之后，他是在饭堂的，然后从那个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了，但这把没有尸体。第一轮不聊第一轮了。我刚才问刚子，我说你是在上一轮是不是一直跟李仔仔在一起，然后你们觉得我不像是个好。但我自己知道自己底牌的话，那我想一下啊。小修战士现在也是你们那边的人了，就只有我能保刁德一。我也不能说出他先出我俩也没通过身份过啊那这样的话，那名字大概是不想猪的一张牌是啥？主要名字他是第一轮暴几位你知道吗？但是上一把他那个发言我把他打为双狼了，反正这一把拉铃用了，先出马老师嘛，先把聪明的给他弄出去，先出马老师吧。好吧，我加拿大，我第一开始就住加拿大，你这九月都把我身份写蒙上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没拘。出马老师过来。哎，太医，你是不是愚了？你出我名字，
你看到了吗？修可爱被瓦妹或者刚子里面其中一个养猪了吧？对不对？太医如果为真加拿大，他要么就是狼在这脚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两个是肯定投我的，包括刚子也站边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是刚子养了瓦妹还是瓦妹养了刚子，反正他们全都在一块儿，我们两个全都在一块儿。上把我们要出太医的没出出去，瓦妹她非要说我打她，我只是第一轮延续着太医的说，对吧？太医在那个饭堂的时候说瓦妹不对，然后我进来补充了一下，他就非要说我打他，我打他，我哪里打了？我就第一那一轮说了吧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他们现在把目标转移到你跟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太医在这里笑嘻嘻，他一个加拿大，加拿大大到现在也不被拘，也没被那个，对不对？上一轮要投他的，现在瓦妹跟他已经投了，刚子我估计昏昏沉沉。我全程跟名字在一块，已经两轮了，你们那边又是动刀又是这样，现在你们要出我跟名字啊，刚子现在只有你，好吧，只有你没投票了，全我看看啊，他们两个投了我，我跟名字投太医，对吧？那行，刚子你看吧，如果你遇了我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这一定是太医在这搅局，对不对？刚子你自己判断啊，名字跟我挂票，太医绝对是他，哎，应该就他一头了嘛。鱼这一票好难投，鱼儿，鱼儿，刚子，鱼，游戏肯定不结束，鱼儿，刚子，刚子就鱼儿，鱼儿，不是鱼儿，你我投的马老师啊，我没得玩了，你真是呆呆鸟啊！我就觉得你不对劲，刚子，你怎么可能会推的太水？第一轮没怎么投的，是真加拿大。所以他是怎么刀出来的？如果那轮我狙出去了，进去只有这把真的很精彩，是的，是的，刀也差一点，精彩的，深水老狼差点赢了，真的很精彩，是的。谁在外面刀的人？我真的，哎呀，我真的马老师一直在一起啊！哎呀，很烦我，我上一轮我子弹我没狙出去，你知道吧？秀凯应该上上轮就死了，哎呀，很烦，是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正好投票了。你跟我一打六，有的我投你的了。哎，你跟我说，你肯定关掉者是名字啊。哎，我听说了，他下班了，我们身份证撞了。关掉者是你吗？对，关掉者是名字啊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这 buff 高 buff， 这是个合格的。